一现身就受到热情簇拥，侯友宜视察公车司机教育训练，明明跑的就是市政行程，但这排场怎么看都像是总统规格。我现在最在意的是新北市的大小事，像今天关心公车跟护方巴士的安全教育，还有很重要跟北台湾一起串起共好，去推动很多的重大建设。活花做代际，要串联北部县市团结共好，但若有意争取更上层楼，侯友宜势必得扩大影响圈，届时能否保证跨出北台湾，自己的声势一样难以动摇。但是他就出现了，他就终止，他就地方要求，他就让我们的公告，有当时公告就没听主席不能说的，党内同志帮忙叫屈，朱立伦北中南地方团拜跑透透，类似的拱猪声浪越往南走越是不减反增。云林县议长沈宗龙就剑指侯友宜高声量全是民进党炒作出来，所以民调高并不一定胜选，毕竟他在南部绝对没有票，倒是以朱立伦的学经历才适合承担党的重责大任。但也传出不止郭台铭也拟找上来迎大佬王金平谈2024，侯友宜也在年前私下寻求王金平停下指导期。我过年这一段时间就是为市政在努力，所以不管是到公庙或是到整个需要被关心的社会弱势族群，我都前往这些地点。侯市长是我们最强的母鸡，也是我们最优秀的县委市长，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。那还是强调一句话，我们不能够任何的自我的考量，一定要以大局为重。党部团拜成拱猪大会，主角朱立伦低调没正面回应，但只怕基层抬轿加速诸侯对立，党内互打也只能提前上演。镜新闻彭以周、徐荣昌报道。立刻下载镜新闻 App，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，尽善尽美，尽好新闻。